最开始也是在一档农业节目上，就是看到有一家内地的养殖蝴蝶的这个公司，然后就是自己也本身特别喜欢这个蝴蝶，最早的初衷就是为了把这个美丽多彩的活体的蝴蝶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今年我们养殖的种类也在增加，后期我们养殖的品种可以达到10个品种的蝴蝶，每天保持活体蝴蝶的数量在8000到10000只，每年养殖的数量可以达到30万只以上。